大家好，我们在网上下载东西的话，经常会看到一些 BT 下载或者是 BT 种子下载之类的，所以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 BT 下载到底是什么原理，为什么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呢？在了解 BT 下载之前，咱们先来看一下比较传统的下载方式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小网站上下载东西，毕竟是小网站，服务器自然也就没有太高的承载量。我们在这个小网站下载东西的时候，文件就是从网站的服务器传到我们的电脑上。但如果下载人数变多，大家都来这个服务器上拿东西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，一旦超过了服务器的承载量，我们下载的速度可能就会变慢，或者出现下载不下来之类的情况。这就像我们抄课代表的作业一样，作业只有一份，而且大家抄的速度也不一样，一旦人一多就没有办法抄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咱们分工抄作业，小明抄选择题，小红抄填空题，小张抄简答题，然后大家再互相抄。我们的 BT 下载也基本是这个原理，它会把一个文件分成好几份，比如分成了五份，这个时候咱们再去这个小网站下载文件，它就会把不同的部分分给大家。我们的电脑只在服务器下载了一部分文件，然后其他部分我们就直接从另外的电脑上下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电脑也就充当了服务器的角色，大家互相交换资料，我们电脑在下载的同时也会上传部分资料给其他电脑。随着下载的人越多，资源也越多，同时也就减轻了服务器的压力。那我们该怎么做种子呢？我们只需要下载类似比特彗星的软件，然后选择制作文件，选择我们要制作的文件，然后点击制作，我们的种子文件就做好了。视频的最后，也欢迎大家微信关注我的订阅号，然后回复字母 B， 还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 BT 原理的介绍。